到放假，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空来看我们现场节目，是楼上楼下完全坐满的朋友了。是是是是，今天晚上的节目这里面这么多的朋友呢，也因为呢有一些歌迷啊，他们特别呢专程呢来支持他们的偶像啊。是是是，那么对对对，我们今天安排的这个偶像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来自海外的这位朋友，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。是是，这位朋友呢，这个独特的形象呢，让歌迷朋友呢真的是为他而疯狂。对，来，我们掌声来欢迎潘美辰。
谢谢。哇哇 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了。对，来来来，我们魏大哥好。你好，这制作单位也特别送一束花给你啊。哎呀，回家可以开花店啊。我相信大家都渴望听潘美辰给大家问好，我们来给大家问好。来，各位现场的朋友，还有电视机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我就知道一定有这种反应啊。不是，这不得了，今天因为我们座位有限，没办法容纳所有他的歌迷，那么一小部分就那么的热忱，这真的不简单。我听到刚才有一个叫的最厉害的，我走过去那边看，不是，因为他看到蟑螂啊。这潘美辰，这好一阵子没来我们节目了。多久了？好像是有8个月了吧。8个月，现在有8个月。这八个月。9个月，你的歌迷纠正你啊，9个月。9个月，他们比较确实。如果那个时候你怀疑，现在刚出事了。9个月嘛。你可以换别的话题吗？我怀疑。不是，你的为什么？不是你为什么讲到怀疑这个问题？因为最近看这报道说你妈妈呢，在一个会一个场合里面哈，送你一件这个结婚礼服。是，这个是在暗示他，暗示我赶快结婚。是，那你有没有什么打算呢？我打算听我妈妈的话，但是没有那么快的实现。那你话照听了，就是没有那么快。我可能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个，这个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不过对于你来说，大家都真的很好奇哈。是，告诉我们呢，你如果真的要嫁的男人是哪一类型的？除了我跟林以明之外，不要选啊。那就没有什么好选。哎呀！我看我们今天后面的节目都不有了，我们继续谈。为什么要结婚？为什么要结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两个女儿？你说为什么要来的那么迟？其实我觉得，我本身就是最好就是能够跟我是一开始是朋友，然后能够有话聊，然后能够保护我的，所以我觉得两位大哥是最。我跟你讲如果你说什么，再讲多一次，那个什么能够保护你的那种，可以保护我的，让我有安全感的。那这一点我比较适合，对，安全感跟保护。对，还有其他没有？你跟他走在一起啊，车撞他先撞，而且很有幽默感。幽默感要找他了，这个我就不敢讲了。要找他。不过如果你要找那种很听话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介绍一个给你，辉哥。辉哥是真的不错啊，要有安全感的。我跟你讲，除了林忆明之外，还有一个也不错啊，阿南啊，不要害死他。最近我们演员当中有几个都是很特殊的形象。这样，我们言归正传。这个我听说，这个潘美辰这阵子刚刚收了什么徒弟，是吧？对，我即将在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在年度即将会出现我的新人，是我栽培出来的新人。您要求的条件在哪里？我觉得要求的条件是全方位。全方位。除了会唱歌以外，我想也是。是一样会作词作曲，甚至会表演乐器跟舞蹈。对，不过形象会不会跟你差不多一样呢？不会，他们会有自己的形象，就是，甚至于可能会更有味道。就是基本上不可以冲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没有，你说更有味道，我知识比较浅薄一点，在这方面。最近啊，他这张唱片的这个封套啊，这个很多人都很喜欢啊。他骑着一匹马。对。其实说真的，我是很同情那匹马。那不是他骑。不是，如果他骑那匹马，早就完蛋了。我本来是骑马减肥，这个马减肥我还没有减肥。是，这为什么选到这样的一个造型呢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让人家感觉我的这张专辑是音乐独行侠，所以音乐独行侠应该就是骑一匹马，带把吉他，对，游走世界各地的感觉，对，走遍天涯海角。是。好，那么潘美辰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当然呢，不只是唱一首歌，讲句话而已啊。我们再来展示他另外，要不要再听潘美辰做一首歌？一定的，而且呢，谢，自弹自唱。自弹自唱。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是我的专辑里面的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，今天第一次在新加坡唱。哎呀，歌名是错觉。错觉，来，掌声鼓励啊！